炎炎夏日，每个女生的包包中都少不了防晒霜。韩国 The Face Shop 和 Kakao Friends 再次合作，推出主题为 Friends Club 的美妆新品。美妆迷要看好自己的荷包，一不小心就要花光光。去年两家品牌合作推出的圣诞限定俘获不少粉丝，一度成为圣诞交换礼物购买率 0.1% 的商品。6月6日这次推出的 Friends Club 系列包含夏日洗护美妆组，女孩们和闺蜜出游时可以一起保养。这次推出的夏日防晒就包含防晒棒、日常防晒、超防水防晒等多款产品，每一款都超可爱。粉色系的唇部防晒也是少女心满满， Brian 拿下墨镜的样子就是呆萌的小可爱。一整套的洗发沐浴产品一下子收集好多个 Ryan， 夏天也能动四动 Tilda， 还有夏日系列的面膜，包装就给人清爽的感觉。 The Face Shop 还推出了 Etude 系列，粉粉的主题让你和闺蜜一直美下去。